封面才刚刚远离台湾，南台湾还是太阳露脸的炎热天气。今天带您来到云林古坑绿色隧道假日市集，尝尝美食古早味花生冰淇淋，享受一下透心凉兼饱足感。香浓的花生粉配上冰冰凉凉的冰淇淋，卷之前再加上分量十足的香菜，真的是色香味俱全。哦，冰冰凉凉吼，啊，内底佫有土豆吼，足香的吼。我每礼拜都嘛来吃。这是云林古坑绿色隧道很吸睛的花生冰淇淋专卖店。光是这么大块的花生砖，老板就研究了很久。一定要去山地，去云林县吼，户口遮去山地摕大粒的，大粒的吼，啊，顶下家己炒，炒了才落去熬，所以伊的土豆大粒就会香，所以伊就会好吃。过来伊的甜度，甜度吼，袂个甲土豆啊，一定要降伫15度以下。因为吼，大家吃了较袂惊，较袂晕。老板利落地做着面皮，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可是下功夫练过的。每个过程都得非常专注，因为一晃神就会失败。阮这特色就是面皮一定爱家己做。面皮为什么爱家己做？外口拢人提变了吼，超过4点钟至8点钟，伊面皮就翻定啊。想要清凉一下，又能兼顾饱足感，古早味花生冰淇淋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新唐亚太电视廖丽芬、陈月秀，台湾云林采访报道。好样 ，Formosa 带您看见台湾的美好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再会。